就这个高度，再撑一会儿。哎，还要撑多久啊？撑不住。哎，哥哥，那个我有事儿，要离开一下，记住啊，这等我回来手才能放下来啊。那有多久啊？甭管多久，这个靶场我说了算。过来，哥哥，你怎么给放下了？贺侍卫不是让您举着吗？他走了又看不见。他也是为您好呀，您不是要学枪吗？您别说，贺侍卫教的就是比那杨教官好。教的好有什么用啊？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的，还是谁都看不上，要不然早被皇上委以重任了。我觉得贺侍卫这个人挺贴心的呀。你怎么看出来的呀？他自小啊无父无母，被我爹收养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他暖啊？也是没见过他那狼狈的样子啊。贺侍卫还有狼狈的样子，那我真是想象不出来。哎，哥哥，这谁让你把这手放下来的？我是格格，我说了算。我说格格呀，您既然要我教你，那我就是您的师傅。您这格格脾气，只有离开了这靶场才能犯呢。可这固定的靶位我已经打了很久了，我都会了，多无聊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打只鸟看看。让我打鸟？嗯、受到压迫，必然要反抗。好。打个鸟，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。啊！怎么了？我觉得那鸟太可怜了。可怜也得打。龙嘴跟您说那事儿，您什么事儿？皇上，六王爷刚刚说想让我儿格格去趟山东。嗯，哎呦，奴才张嘴张嘴。哦，不是朕不想答应你，实在是依照大清的律例，婉儿格格是王府的家眷，岂能随随便便离开京城啊？啊，是是，皇上您说的这些奴才都明白，就是我们家婉儿脾气您也知道，我成心不好交差。嗯，回去歇着吧。哎哎，这、嗯、这侍卫，王爷找您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属下不知。哦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哥哥，您继续再练一会儿吧，我先回去复命啊。嗯，行。加油。
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老家去。回老家？嗯，真的？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爹在老家工厂谋了份差事，以后天天陪着我们，再也不分开了，够踏实的生活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起了。您好，您找哪位？啊，我找邱仵作，他在家吗？他已经去世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是？我姓刘，邱仵作和他的女儿都是我的属下，今日过来看看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我是邱家的老邻居，大伙都叫我吴妈。哦，自从邱先生瘫痪以后，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的生活。哎，那您这是？哎。这不是邱仵作过世之后，我们一直也没来，今天特地到访前来慰问。哎，哎呀，您来得太好了，您快到屋里去看看孟楠吧。自打邱先生下葬以后，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。哦，我每天给他送过去的饭菜几乎都是原封不动的。您说呀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可就又要出人命了。是是是是是，好，那我进去看看。哎，您请。孟楠，孟楠，孟楠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孟楠，孟楠姑娘，刘墉特来探望。大人。大人，我爹死得蹊跷，请大人您一定要给我做主。起来说话。大人，您记不记得我跟您说的那个画有毒虫图案的手册？我本来想要仔细研究，可是这次回来发现也不见了。